二生的性格呢非常活泼，他在对韩国队的这个比赛里边呢，他赢了球以后手舞足蹈，那么接下来下来他把脸上画上了这个丹麦的国旗，然后坐在这个观众席里边一块呢给自己的队友加油。第二单打双方的世界排名都比较靠前，乔菲克是排在第五，拉尔森是排世界排名第三。现在乔菲克夺回了发球权，这是99年印度尼西亚公开赛的冠军国手，他在全英羽毛球公开赛99年的全英羽毛球公开赛也是进入了决赛。他在99年新加坡公开赛也进入了决赛。现在场上比分是2-1，这球的距离很高位啊，这球威胁很大。1996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是获得了金牌。他在今年的欧洲锦标赛上是进入了决赛，5-2。6-2，还有一个平均数。乔菲克比拉尔森的是低13公分。乔菲克今年只有19岁。
边是控制了场上的一局面，对，曹飞的失误比较多。3-2，现在场上比分2-6。阿尔森打得比较清楚，拉得也比较开，对，现在曹飞军呢速度上占不到优势，另外曹飞军打法没有优势，但是他跑动的能力很强，步伐比较灵活，下去右手小飞跑跑曹飞军这样发球过手了，啊，羽毛球的发球过手这使得球拍啊比手的高度高，它主要是为了控制出球的点，要么不能比腰高，击球的这个击球点不能比手高，也就拍子不能超过手，啊，这是羽毛球的规定。后对角，3-7。现在场上比分是7-3，这是双方的第一局比赛，在前面的两场呢是打成了1-1。第一场比赛呢是丹麦的第一单打皮尔盖德以2-1战胜叶成万，来，第二场呢是第一双打印度尼西亚的吴俊明和麦纳基是2-0战胜了朗加德和帕斯克，现在是第二单打也是第三场比赛，这是双方7-7。3-7。下对角。哦，
界的第一流水平上，啊，确实也反映了印尼的这个羽毛球啊，作为王国，王国啊，后继还是人才还是不少。他也是在九八年亚运会十七岁就开始参加亚运会，打出了比较高的水平。哦。现在场上比分八平。现在比分相持不下，上新闻突破，应该来讲就有机会。高在手臂长要打到中间，这一发好，再来再来，哎，哎，连续扑网，
对，也确实不是很容易。和唐威哥要的角度太大了，对，这球过网击球，不对，三秒球，亚拉尔要得了一分，得了一分，对对。不对，不对，三秒，不对。第一局啊，一上来拉尔森是明显的优势领先啊，开局打得非常好，这一会儿呢唐威克呢逐渐的把比分追上来，然后追到平局以后呢又逐渐超出领先，现在是14-10领先。这场比赛的胜者将和中国队争夺汤姆斯杯的冠军。中央电视台5月21号，也就是星期日下午2点，第一套节目现场直播汤姆斯杯决赛，欢迎届时收看。这个开发打到网带上。又夺回了发球权，14-14。11-14。对。接外，好球。好球，这个网球三防不追平了，唐威克今年只有19岁，他身高是1.75米，右手持拍，这个队员在1999年的印度尼西亚羽毛球公开赛是获得了冠军，在99的全英羽毛球公开赛是进入决赛。这球太急了，三号比赛官郭志颖，现在拉尔森夺回了发球权，现在14-14，唐威克打了一个最后一分拿不下来，因为第四次发球了。打得比较急，再来交叉，现在杀对角，这是第5次发球，看陶飞哥啊，对分，不能把他拿下，这不得拼。结束了，结果唐威克是以15-11取得了第一局比赛的冠军嘛。今天说在第一局的比赛里面呢，比分发生变化啊，有这么两个过程。首先呢是拉尔森先一开局领先，然后唐威克追到平局超出，最后呢唐威克把比分又拉开。孙楠教练，你觉得从第一局有哪些特点？这个第一局拉尔森7-3领先，主要还逃避克数，短距数比较，其他短距数比较多。等那个逃避克赶上去，那个在比分相持7-1差比分的时候，这时候呢就是说大家相持一段时间以后呢，
这个拉伸在半决赛时候来下子，有那个比分拉开，有主要是这个。那么从打分来讲呢，就是拉伸啊，选择选的比较慢，不像那个在小组赛的时候打那么快，而且体力那么充沛，明显的感到就是这个威力啊，这个一定的精神力。但他如果是到位的话，老天待会带走他，危险而已。这个对于对方还有威胁。所以看第一阶段这个特点来讲呢，就拉伸的这个好像这个体力啊各方面来讲，就速度啊上不来，体力来讲呢也就是选的不是很充沛。这样的话就是说要跟这个年轻的十九岁小朋友打了，如果第一局输了钱的情况下呢就比较困难了。但是他第二局是否能把握住机会，就是比分能比较拉得比较开，第二个呢就是能在一两分在五六分之内能解决，不然的话呢就逃出去逃出去突出的话就相对比较难打了。现在第二局比赛开始，这个三番拉哦。那么刚才讲了，陶飞这个是一个年轻运动员，第一局比赛呢，他后半段的速度啊加的比较快。弯拉，这个拉的是明显加强了进攻，他不会跟对方在拉体力，他争取就是在举拍，要做一个加强的进攻，要把他举拍要把它完成。加强了进攻啊！对，发球出去。这个三分，拉出，空点。这个三分，出，那还要夺回了发球权。大家对于这个上网动作非常快，意识那个手发还有这个动作确实就很漂亮。第二局和第一局的形式差不太多，啊，也是拉尔森一上来先暂时领先，在第一局他是7-3领先，后来被陶飞克把比分追了回来。左右一局啊，打网到了界内。现在裁判比分1-3，陶飞克发球，这个三分 3-1。这个三分 1-3。现在无谓失误比较多，啊，可能那个老运动员在训练上不够系统可能有关系。对，他想比较想继续求成，为什么呢？他体力这个肯定有担心，担心退休的他要要求比质量，技术质量要比较好，这样的心态的话就很容易造成就失误比较多。但他不降级了，就曹飞克拉的话，他也就是他也是很被动，另外一个体力也承受不了了，所以他现在打下压比较多。这个算法3-2，现在陶飞克把比分要追了上来，3-2。3-2。
在场上比分是3-2。今天从整个对阵形势来看呢，这个双方从排名的情况还是不错的啊。第五场第三单打，印度尼西亚是马利夫，世界排名第6，丹麦是世界排名第9的乔纳森。现在比分3-3，又和第一局的情况类似，马尔森3-0领先，被陶维瑟追成3-3。也是一个打网球，现在双方失误的都比较多，这个整个球呢，整个拍摄不是很多，来回的拍摄不是很多。现在5-4，现在场上比分5-4。接近，对，对。领先3分，现在落后2分。6-4。这个他的路线和角度都比较刁钻。但是呢，像陶菲克19岁的话，目前中国19岁的运动员还没有像他这样子快，19岁还没有达到这个水平，是吧？你看季新鹏已经23岁了，蔡三哥21岁，我们有19岁的，差不多81年生的，没有达到他的水平。这个呢，他在年轻当中比较年轻的高级兵种。各位观众，这场比赛呢也是最后的一场半决赛，从明天开始将进行英国杯的决赛和汤姆斯杯的决赛。中央电视台明天，也就是5月20号星期六下午3点钟，第一套节目将现场直播尤伯杯的决赛。下午3点钟，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将现场直播尤伯杯的决赛，由中国女子羽毛球队对丹麦女子羽毛球队。在5月21号星期日，也就是后天下午2点钟，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现场直播汤姆斯队的决赛，由中国队对现在比赛印尼队和丹麦队的胜者争夺汤姆斯杯。6-6
比赛就进行6-6。大家看到曹瑞克跳起来以后的发力非常好，这角度的力量都利用得很合理，说明这个身体的协调性也是不错啊，爆发力就是在放松突然紧张的情况下而产生的力量。双方现在展开了第一轮，19岁的小将陶飞策手上的功夫已经相当不错了，啊，很细腻，基本技术用的还是比较合理的。啊，对，啊，采取这种拉吊突击，而且突击的威胁非常大。他这个爆发力这方面起跳的能力啊都比较强。7-6。现在了，哎，对，拉尔森的这个辉煌的时候是1996年的奥运会，他在亚特兰大奥运会获得了金牌，啊，随后呢，在99年开始，啊，这个随着年岁的增长呢，成绩有所下降，但是又有几个反弧，比如他在99年的时候就2次战胜过陶飞克，啊，一次呢是在全英锦标赛上，啊，全英羽毛球公开赛，半决赛的时候他是15-13、15-7取得了胜利。另外一次公开赛呢是99年的10月份，是15-9、15-11取得胜利。说明他还是有能力打败这个陶飞克，但是今天陶飞克的状态非常不错。那么双方现在比分是6-10，拉尔森落后。这段时间里，拉尔森打的出现了一些问题。他那个接发球的，人家对方他陶飞克他短球，他接发球球里的边路，对，不够稳定和接球到，推得太平，对方他就抢攻，连续2、3个突击。他要改变人会拉起来或者放网就行了。再次见了6-10。非常相对利索。对。陶飞克向裁判示意了一下，要自己要擦一下汗，调整一下。这个一般的来讲呢，都是要经过裁判员的许可。对。主要为了控制时间，因为羽毛球的一种只有发球才能得分的这种方式，使得羽毛球呢在很多的时间方面的控制上呢就没有把握，所以在电视转播上就非常困难，不知道应该。是要2个小时呢，还是要3个小时？有的时候可能打到5个小时，有的时候可能2个小时就结束了。现在场上比分是11-6，11-6，陶飞克领先。在第一季的比赛里，陶飞克是15-11先胜。这两局的共同的特点就是拉尔森一上来都是领先，第一局是7-3，第二局是3-0。
这种情况呢，现在印尼队的取胜把握就比较大了，3-1的概率很高。一次防反，现在是6-2，拉尔森在第二局都要转硬回来是有很大的难度。下面哇，现在场上比分7-2。掉得很，啊，很近了。王威哥，这个年轻队员看来现在那个他这个计算术啊，他运用的比较合理。他的手刷，尤其他的那个手刷比较干净，干脆利落，没有什么多余动作，没有多余的动作，而且啊，而且还没有什么假动作。另外，他这个动作运用还是比较合理的。他的再发球3-7。7-7, 7-1, 所以拉尔森刚才这个侧网啊很贴网，所以唐威克往再往后场打的角度就不够了，所以这个球呢多半呢是会半场。现在场上比分是8-2，拉尔森提出换一个球。运动员这种主动失误多，会不会就是说这个训练的系统性不够？对，那个量平时的训练，次数啊时间不到，第二个比赛体力下降，可能会减少了，减少的增加自己的数。因为现在第二局呢，因为虽然比分差距不是很大，但是呢，其实拉尔森要在想第二局战胜唐威克呢，其实有很大的难度。啊，去年丹麦呢，这个1998年在香港的时候，啊，丹麦羽毛球队是和印尼队争夺汤杯，结果输给了印尼。拉尔森要夺回了发球权，现在9-2，还相差3分。哇，唐威克杀的球真漂亮！这个确实很漂亮，整个这个手臂、身体就像鞭子一样抽出去，啊，这种鞭打的动作很明显。现在12-9。9-2，拉尔森发球。在多台调整中，
纳尔森的主动失误比较多，对，啊，但是没打，他这个控球能力很强，包括下水也好，上水也好，他很少，基本上失误率现在很低。但是纳尔森的每失误一个球，自己都是高声的喊一声，啊，给自己鼓劲，看来他还是非常非常的认真的对待每一分。只是说呢，现在确确实实啊，随着岁数大了，啊，可能这个训练的时间上，击球的次数上减少，所以手上的感觉可能不如年轻运动员那么敏锐。现在场上比分是12-9，现在唐菲特发球，由于第一局呢，唐菲特已经是15-11先胜，所以如果再赢了这一局的话，唐菲特将以2-0战胜35岁老将拉尔森。现在唐菲特发球，唐菲特现在这个拉到突击的这一板球非常的有威胁啊，他主要是力量速度非常好，同时呢角度又很刁。这个三分，那这已经是44的龙换发球，9-13的比分已经相持了很长时间。唐菲特也夺回了发球权，拉尔森的两次失误啊比较多，手上的这个准确性下降，13-9。结果又是第一件出界。14-9终于打破了僵局。14-9，这个唐菲特发球。1999年2次遇到拉尔森，都在